不是我那个嘛，去亲不是自，亲自去买，对对对，啊，然后这个也心就里头是，有点。对，有点打鼓，但是呢，我是相信他是真去了专柜，专柜也说是真的，但是我不是还相信师傅的眼光吗？相信了，那肯定相信，我老公说你很那个的，就是很专业。很专业哈，嗯。你老公相信我，他相信你的很，他就是啊，说让我拿到你这里来，叫我不要去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中心，哎，那个。9631794幺，对了，这个号对上，嗯，对的。外科都是对的，这个。像这个劳力士的这些原装的，这些一拿这些说明书，跟这些保修卡，一看就是真的。因为我见多了，鉴定过，你们是专业的。对，我见多了。还有那个盒子，盒子啊，来，这个你拿好了，好，这这个个卡拿别好，丢这了。就是一个身份证。对，身份证，多少钱买的这个？我加钱了，它官方的价格应该8、9万吧，你加多少？加了1万多，干嘛要加？热门款嘛，我想要这个混盘。混盘的哈。他没货呀，没货不是要那个吗？他们都是有的，这些都是搞基友经营对，销他的，配置高，他要拿那些东西去那个啥嘛。还得让你等啊，这个那个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反正他要赚这个钱。要挣这钱，你看你看上你喜欢的，你看上你加钱也不心疼。这个是人家给你代购是吧？就是一个朋友在香港，然后嘞，我就是说嘛，那你广州跟香港这么近，你干嘛你自己去我就自行己去是这样子，他没有货嘛，然后后来有的时候不是跟他订了嘛，订了他有货了，就让他给我带过来，但是通过别人给我带过来，我心里就有点不踏实。但是专柜这个东西呢，有时候他们说也会，这个也说不清楚嘛，反正这些东西我肯定通过师傅说了，我肯定更相信嘛，那没问他题。说是真的我。你现在要带还是什么？我想带呀、啊，把膜撕了吧。那可以啊，然后的话给你你钱，不要钱，给你贿赂。要什么钱？那个机芯你也是可以看的嘛。对呀、啊，那我帮你看机芯吧。你看了你更踏实，是不是？我反正这个人可能就是这个习惯吧，还是不打了吧。我觉得差不多应该，我感觉因为我那边的人是很踏实的一个人，很扎实的一个人。我看一下来，我这你个，戴一下，你看我要不要？没戴那么高的，一般正常是戴这个手握上。你这但样是，戴那样，它还不用踩那么紧啊。哎，戴这这里头，戴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对啊，对。在这个地方那就那个了哟。你有时候洗手的话，挪一下嘛，哦，那洗这个手。不用拆了。那要不去拆一节？我看有点松，你自己看。你看，那就有点松是吧？你看。就好像到这里了，又卡住了，啊，好像也就这样子。要不拆一节吧？拆一要不节，要拆？我拆一节，你再看看。通过你看一下，跟我自己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关键我反对咱们这边就是买表再加钱，这是一个问题，非要加。你就反对加钱？对，对。我一天见老多表了，是，难怪我老公说你好得很，他说你啊，好，来，好，你再戴一下看看，哦，是哦，舒服多了吧？舒服多了，对，那这样子就不会那个什么了嘛，这样子，这个录像拍，发个抖音给大家看看，这个劳力士还加钱。没问题，你表别给我了，你带就行了。谢谢师傅，不用谢。这都把我时间也调好了。调好了，你带就行那了。我直接带上就对啊，直接带，因要为不他我每把天膜都给你要撕带，掉。一调完了他就要带。对对对，机械表就是这样。是你不带它会停的。对。对，没扣进去。没有扣好。按进去它有声音。对，刚才按的。咔嚓一下。对，对就可以。哎，
这个就这个就是就对对对，这样可以的。对，它上下晃晃，你就刚好卡住这里。对对，就到洗手的时候挪一下就行。哎，对对对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嗯，反正这样的话，我就这打开不带了嘛，我就一直没打开。就带就行了，你买回来就要带，你买回来要不带，买回来干什么？对，怎么嘚瑟嘞？哎呀，买回来就想带，带呢又我又想找师傅看一下，看给你看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嗯。啊，这些东西都看好就行了。嗯，对对，外壳啊、包装啊都挺好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嗯，哦，都是原装原产的。原装原产的是吧？好，那这怎么讲呢？怎么讲？帮我忙啊！啊，对对，没，都是老客户，没事，朋友的，没，免费给你看。好好好。